Hello， 大家好。先介绍一下我的团员。我右手边呢是我的鼓手子翔。然后我左手边呢是我们的吉他手伟成。然后最左手边的是我们的和音芳芳。然后我们为什么会开这首歌呢？我是主唱何中，然后就交给我们的芳芳。我没有要跟你们讲为什么要开这首歌，反正就是上台前我们想了很久，到底要该出些什么，但是我就有一句话想说，那就是我只想把自己炸掉。